先只穿只穿进，然后用葱的肉先只穿进去，这样可以做个肉。他应该做自己的这个哦，就是穿静脉，从那个肉那儿出来，从他这儿进去，从这儿外周就是这指定出点什么问题，自己长好的这个血管，那就好得多了。就除了他说也同意造肉，同意造肉是另外一个，应该都说了，只穿进去。最近老是一来的时候就是主诉就是乏力。嗯、这也是、那个、这也是外伤的，那也是外伤的，那个不是歇的肾，它是肾是在这儿，这儿后面还有个大疤，你测一下，这这是手术瘢痕、啊、对，这些个是这也是手术的瘢痕，那是二十年在二十年前做的，然后四年前把那些植皮那块就去了。取的哪儿呢植皮？在那十年肚子。